每一次我都参加，我28岁就买房子在那个地方。你看，我大概住50年了，所以那个地方的情形我非常清楚。所以他们讲的很好，刚才那几个，所以我那个有写编号17号，我17点你注意看，通通在我这里面的。最尤其最后一点呢、啊，要参加住户的，还有自救会的一并的这些建议要考虑。所以竖评、环评，还要加一个居民的评论加进去，居民不同意还是有意见，要拿进去啊。不是你们啊，我说公开丑陋哎，几个好像门外汉，跟那不住在那个地方不熟了，不是讲伊袂晓，舒适链的很多啊。啊，我不爱自夸，我两个那个建坛捷也不是那个建坛那个龙头那个车站，那个是我弟弟设计的一部分，他从美国回来，他说哎。我来要看他吊钢索，所以我讲的意思，我们大人理大道理，不是没有人才啊，你要参加他们的意见，不是你们这边找公开的图利厂商了、啊，公开丑陋的，等一下公边公讲这样子，不要在那边好像做的不大好啊，要大家来反对啊，这因为我昨天11点到现在都还没有睡觉。本来想要睡觉睡不着，怕延误时间。那个大人李里长说：“你莫个迟到呢，啊、哦！”所以我今嘛讲的是讲，你要参加居民的意见，还要让这些居民住得很平稳、安稳，啊、哦！还有一个，我那个11点呢、啊，你仔细看，啊、哦！最后不要盖得太近了，变成一线天。还有那个80巷，目前那个路没有8米啊，你给你话买，我太太去讲，没有8米，你要给他弄成说8米，胡说八道。还有那个什么青山公园，已经有了公园，你本来要破坏嘛，把青山公园扩大到80巷，50米以上，不是那个地方要逃？你看我里面有写的。避难什么公园，我都写了11点 ，total correction， 啊、哦、，11 item 少一条，啊、哦，我杨毅在高中的时候是全校第一的，托五啊什么我都看，而、哦、我两个弟弟都 PhD 耶，第一还有一个健谈男刚才，还有一个跟李远哲 level 一样的，我就是说不要轻忽我们李明家笨手啦，你家没要啦。我博士我不请回来，你轰动实验，我是听我弟弟讲的，我会去他实验室看，如果你不会有问题，什么地址，我也同学在台大地质系当教授，你如果有问题来找我，我不是顾问，我可以参加意见、哦、啊，最重要居民的意见要听，你有没有说我就很好连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陈杰意见都。